是我知影，你根本就无想要留我。即马阮妈闹过了后，可能你连看到我，拢是要相看远远啊。仙姐，我毋是无想要留你，你遮尔水，遮尔有才华。所有大部分人在面头前，拢感觉自卑，这就是安怎，伊不敢接近你的原因。卡住我世界了咩？做不了你，不是因为你无好，但倒是因为你太过优秀啊，我陪你袂起。啊！不过我真正感觉，跟你做伙，我就轻松，就快乐的。在你面头前，我会当做我自己，我会当做迄个上真实的金倩倩。我真正就希望，咱两个人。会当永远做伙，永远这么快乐。对我来讲，一个感情的世界，根本就无什么过不去、过不去的问题。什么什么情形啊？倩倩应该不是要对我告白吧？高官大人。我介意。你跟我无什么谈恋爱的经验，你敢知啊？这种话袂当凊彩讲出嘴的。你只是一时冲动，我相信将来一定后悔。爱情原本就是一种冲动，人生这么短，对人做伙欢喜快乐，那才是上最重要，更不是我要紧的，不是什么先跟我讲啥，我要紧的，是我的人生跟有白白走一撮，我感觉会出来，你跟我做伙的时阵嘛真快乐。不知道你是什么理由，你感觉你配不起我。啊，不过我拜托你，你认真想看卖。假使我真正给他出一个月的性命，你敢真正忍心拒绝我？臭人，快！妈，倩倩，倩倩，妈，你要干嘛？我早就跟你警告过啊，倩倩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你这个花花公主啊，离开远的，
你这哪是超过伊哦？你是安怎要怪伊？这个代志是我家己主动的，是我去找伊，我向伊告白，我甲伊争，是我家己想要甲伊做伙鬼妹，你是安怎要害伊？金倩倩，你知影在讲啥无？你安尼是倒忝的，做这款代志，咱到伊面前都互你吓了了。倩倩。倩倩，你想过单纯啊啦？你想看卖，这个花花公主，伊若是算了仙啦，伊是不是将你放手？爸妈，我活到今嘛，做啥拢是为着你，为着咱家的面子。我无想要搁安尼活落去啊！我想要爸阿今嘛。我想要替我家己留一挂美好的记忆。查甫人会当耍爱情游戏，是安怎查某囡仔袂赢呢？就算讲我甲阮大家感情袂久长，迄嘛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。倩倩，你是要甲我欺心？你哪拢讲袂听，唔知好歹呢？倩倩啊！你是爸爸的心头内底一块肉呢，你还在糟蹋你家己，你敢知影？爸爸心内活尔艰苦。爸，我当然知影恁就爱我的，啊，不过恁给我的爱，压力是过大。是哪人看的？我对倩倩不是认真的。我爱倩倩，不管你怎想，我连对伊负责。你讲的那么详细，你对我真正是认真吗？阮达讲话算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对你负责到底。唔免你负责，你甲阮倩倩无事吧？下，倩倩，妈，妈，倩倩，真正才敢讲啊！放手！行，放他，放他！行，你有听到？妈！行，妈！我想做，都只那样你讲啊。但我对亲戚冇感情啊。